做的，做不会做，就是米粉的那个米粉，米粉，可能加多了，米粉加多了。米粉这边可以买，加米粉，在哪里买？上一次我看人家，我记得好像是在麦口还是哪还是哪，德常都有。这个东西最好是什么呢？最好是有颜色的，这透明的看不清楚，是吧？颜色的那个医院里面拍片的那个可以用，黑的，是吧？色的，有点蓝色的。黑色。对，黑颜色的。边是这样啊，边要求是不能太宽，要求是整齐，那就是做的时候要很细心的，就是。这一些呢，只要掌握它的规矩，到底多少宽啊，用什么颜色啊，因为画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鳞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要配得好。要不停地擦桌子，一不小心那个画面碰到浆糊就完蛋了。好，硫氰胺的是问题还不大，假如710的就问题大了。你笑什么了？是。七百字的就要赔死啊！假如张大千的话，我都不敢做了。赔不起。假如有一把薄薄的软、比较软的尺的话，就可以压在上面压了。木头的太轻太厚，我叫你帮我买的那个没有买到，就买了个木头的。家里有木头的。那尺寸是有了。没有弄到那个。啊？没有弄到，就只有一点点，那边没有。那边。自动的啊。对啊，不平衡啊。你眼睛不错。我从斜视。他坐着看。就没涂到浆的话，就粘，粘不起来，粘不住啊。浆糊是用太白粉啊？有面粉，我就是用面粉，我不懂什么叫太白粉。就是磷粉之类的都可以。应该也可以。cornstarch 就是太白粉了。cornstarch 是。cornstarch 是太白粉。cornstarch 就是玉米粉。玉米粉。你做汤的时候不是搅吗？那就是 cornstarch。cornstarch 不过我透明度高，不一样。我照裱花书上说的啊，裱花书上说是用面粉，面粉把面筋去掉。把面筋去掉。对。那就晒过。把面筋去掉了以后，实际上就是淀粉了，是吧？怎么去面筋呢？就晒过啊，用那个网子晒过。本来就是可以晒，晒就没有了。不是啊，你用手抓的。面筋。米梯啊。那是要洗啊。抓那是要洗了。那洗面筋。要洗面筋。那洗面筋就没有。完了以后剩下那个水去打浆糊。
那个水不是，那个水让它沉淀，嗯、沉淀下来后来那个。对，那个大浆。哦面筋放在油里面一炸，就一炸就变成油面筋了，是吧？对，上面是油面筋，然后就下面的油做那个凉粉了，冷水冲啊，冷水凉还可以有面筋吃啊。那为什么要放在棉矾呢？棉矾就可以棉矾防腐嘛，防腐变黄，防蛀，防臭，防那个发霉。发霉。